来的空徒竟敢闯进本府杀人！哎呀！老爷，夫人，老爷，林姐姐，不好了！一伙强人杀进府里，他们要杀掉文大人全家，一个不留。 老爷和夫人全被他们杀死了，你看文娥、夫妇和我们怎么办呢？宝珍，孩子，换换衣服。林姐姐，你这是？文大人满门忠良，要保住文家的一条根呢。快说，文家的两个孩子在哪儿？在后边。快把文娥到后院躲躲去！快走！姐姐！姐姐！姐姐！啊！ 是文家公子，不，他是文渊的公子。那不，文家的公子已经被强盗砍死了。来啊，备马，把这母子带回府去。是啊。就这样，我来到了白府。 孩子，你就留他一条命吧。娘，她就是我同胞妹妹。不。 娘，小凤娥，娘，姐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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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鲁秀未干，竟敢刺杀老夫，哼，老贼！哼，好，我让你死我葬身之地，明年此刻就是你的周年。
妹，峨妹，